聚集思想家与行动者。在我们过去，我们都认为说，一个长辈需要被协助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要服侍他，帮老人家做所有的事情。可是殊不知，这样的过程反而是会让他的生活能力一步一步的向下滑。我们认为不应该是这样子，照顾应该是要支持一个人能够继续过着他本来生活的一项服务。解头脑的渴，开领略之门，人文讲堂。